咪四年打足一年仗，咁就嗰時候最慘啦，晚晚就走到嚟，晚到到黃昏就天黑啦，食飯啦，天黑食飯，盲摸摸嘅，咩有冇餸啊？咩都唔知嘅，總之係隔落去，隔多隔，打唔多算噶啦。咁你一人要有個口鐘啊嘛，一口鐘飯，咁啊食完就走啦，走到天光，咁就梗係喺嗰啲隱蔽嘅地方。尤其在山坑入邊啦，尤其在人哋村莊附近啦，咁就嗰時你即係食一餐飯，一日食呢兩餐。